开弹簧那么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基本上车子的高度就是由这个弹簧去决定的。那你今天如果说把弹簧换成改装的弹簧的话，包括它本身的材质，包括弹簧的长度是比较缩短的，车子马上就降低了。降低之后呢，你先天上物理现象就比较不会倾侧，然后再来呢，你看这避震器好像长得不一样哈。这个是避震器，这同一台车哦。哦，同一台车。那一般的原厂形式的话，反正都是慢慢开没事嘛，没有人叫你去这飙车去过弯嘛哈。如果说你要真的做一些过弯的动作的话呢，就必须改这一种避震器。好，我就大概讲一下哈。比如说这个避震器哈，来，我们可以实验一下，来，我放到地上，好吧，慢慢来哈。嗯。好。我们车子会上下动嘛，动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避震。什么叫避震？这叫 shock absorber， 好 ，shock 就是上下震动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压的它是有一个阻力的，它避免说你瞬间下去，你下去你要压它的有一个阻力。哦。然后上来它是慢慢上来的。哦，这是一个油压的概念。嗯。阿冠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我来试试。你往下压。往下压。往下压。压不下去。很紧，对不对？